刻，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一起的来读圣经，请小朋友跟我一起来读诗篇八十一篇第一节。诗篇八十一篇第一节，你们当向神，你们当向神，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，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，发声欢乐。阿们，阿们。再次，你们当向神，你们当向神，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你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，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，发声欢乐。好，我们要一起来喊哈利路亚，喊三次一杯，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要大声喊三次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，三次预备来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喊三次，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，预备来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，阿们。再来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，阿们。再来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要重复这三句话哦，要重复，预备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，阿们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，阿们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，阿们。好，你接着这样的赞美，你里面有没有更开心呢？好不好？愿神来祝福你，让你今天充满了神的喜乐在你的里面，神的力量在你的里面。阿们。